大同叔。我是。这个就是通往阿姨。哎，我们村里面，他妈的热啊！不叫他吃。是，我们干多肉。他叔叔。哎，我跟你讲。咖啡，怎么做的就行？就压水。这我们村里面也不，西瓜只是吃，不几不吃菜。穿新衣服，他妈的几不吃菜。还有村里面，皮拉萨不是他妈的就是没。伢两个的咖啡就是说，咖啡有点忘记。生意了，姐，你家里有点钱，说了怎么的钱？我就是什么？我就，我讲我就洗洗洗面。对。可惜，谢谢，你给我写。嗯，打到了。这班的老师。